恐怕你期待的不是剑姬，而是我们再一次对你无可奈何的样子吧。我可不是会有那种坏心思的人呐。不过，哪怕是这种时候，我还是可以找到夸夸你的理由呢。真聪明。很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对了，鹰，你的剑技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名字吗？总是用功能来称呼它，实在太拗口了一点。对于暗杀者而言，称呼毫无意义。啊，来不及了，青石之律者。灵感。这个嘛。